叶组长，对不起，把你给吵醒了。这人老了，架不住尿。你睡，你睡，哎，别耽误我。站住！你去哪儿？这几天是夜观天象的好时候，顺便把炊事班叫起来，给大家做早饭。你睡，你睡。 这人老了爱踩怕死没瞌睡，你别等我了啊！你睡吧啊！ 谁？哎呀，叶组长，不好意思，又把你给弄醒了。哎呀，今儿的天不好呀，云把星星都给遮住了。哎，睡吧，睡吧，我过会儿再出去。 大少爷，哦，你找我？啊？叔，是这，一会儿去凉水河司令部开会，你让赛义德准备上一个班，啊，再多备两匹马。江小姐和叶贤之也去呢。啊，哎，别走嘛。那姓叶的，昨天晚上睡得咋样？啊。